Pas encore ou pas encore. Les deux sont corrects. Avec eux ou avec eux. Avec eux. Dans un instant ou dans un instant. Dans un instant. Hello, 我是新平一，欢迎来到我的频道。和新平学法语，在今天的视频里面呢，我想和你分享两个法语里面非常重要的元音知识 ，la liaison et l'enchaînement， 就是连诵和连读。了解这两个元音知识呢，对我们的法语听说都是会有很大的帮助。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法国人是怎么说话的。Et moi, je me suis amusé à leur répondre n'importe quoi, juste par plaisir. Et nos discussions sont parties en cacahuètes. Et moi, je me suis amusé à leur répondre n'importe quoi, juste par plaisir.Et nos discussions sont parties en cacahuète. 我们发现法国人说话的时候都是根据词义或者是句义来断句的。那么这些断句时形成的停顿就是我们法语语音知识里面的节奏组。那么法语中的连诵和连读其实就是在同一个节奏组中产生的。由于信息量大的缘故，在这个视频里面我只会讲法语中连诵的语音知识。La liaison。那么首先连诵它的意思就是在同一个节奏组中，前一个词不发音的辅音字母会和后一个词的元音连起来读。连诵可以分为必须连诵、可选择连诵和禁止连诵。我们首先来看必须连诵的情况。首先就是限定词加名词，比如 un 和 endroit 就形成了 un endroit， des 和 histoire 就形成了 des histoires， c'est 和 hôtel 就形成了 ces hôtels， mon 和 ami 就形成了 mon ami。quel 和 article 就形成了 quels articles。 必须连诵的情况还有就是形容词位于名词前时，比如 de longues études， de longues études， grand arbre， grand arbre。 还有就是有时候人称和后面的动词也需要连诵，比如 nous habitons à Paris， nous habitons à Paris。 On est content. 如果中间有代词的时候也需要连诵，比如 Vous en voulez combien? On y va. Elle nous invite. 简短的介词和后面的成分也需要做连诵，比如 En Inde, en essayant, chez elle,Dans un instant. 一些简短的副词含有和后面的成分也会出现连诵的情况，比如 très important, plus efficace. 在这里面 plus 是表达更这个意思的时候会考虑到做连诵的情况，但是它表示没有或者是否定的那个 ne plus 的时候，这里面的 plus 永远，这里面 plus 里面的 s 是永远不发音的。关于这个词，如果大家对它的读音感兴趣的话，可以参考我之前写过的公众号文章，或者是之前发过的视频。还有这个 tout 也会考虑到连诵的情况，比如 tout au long, tout heureux。这个 tout 以及它的变形，我也写过相关的公众号以及拍过相关的视频，大家可以翻阅观看。那么在一些复合词里面也会出现必须连诵的情况，比如 c'est à dire de temps en temps avant-hier。 那么现在来看可选择连诵的情况。那么当我们选择连诵的时候呢，就是在正式场合下，比如 pas 和后面的成分，例如我们视频刚开始看到的 pas encore或者是 bang 是可选择连诵的，还有 être 以及后面的成分，比如 c'est intéressant， 也可以说 c'est intéressant。 je suis allé à la gare， 也可以说成 je suis allé à la gare。 最后一个我想介绍的可选择连诵的情况是，就是当形容词位于名词后的时候，比
比如 des étudiants étrangers， 或者是 des étudiants étrangers。那么其实除了可选择连诵和必须连诵的情况，剩下的都是叫做禁止连诵的情况。那么这里面呢，我想举出三个典型的例子。那第一个呢，就是 A 和后面的成分是不可以做连诵的。Une fille et un garçon. Une fille et un garçon. 不可以说成 une fille et un garçon。还有就是勋义二世开头的词呢，和前面的辅音字母是不可以出现连诵的。比如 un héros， 不可以读成 un héros。但是我们可以说 une héroïne。因为 héroïne 中的二十是一个阳音二十，还有比如 léal 而不是 léal 也是法国巴黎地铁站的一个名字。最后一个就是名字前后不可以做连诵。 Nicolas est arrivé， Nicolas est arrivé， 我们不可以说成 Nicolas est arrivé。 在这里面 z 这个情况下的连诵是不正确。 Sans Antoine ce n'est pas correct. Sans Antoine. 信息量可能有点大，但是这个视频你可以反复观看。那么连诵记住，就是在同一个节奏组中，前一个不发音的辅音字母和第二个元音连诵起来，就叫做连诵。其实连诵和连读经常可以放在一起说，因为它们之间有一个细微的区别。那关于连读的知识呢，我们就在下一个视频中再讲。À la prochaine!